无共款的骨折造成无共款的结果，无共款的医疗。啊好啊，即下要来互大家知影，就是讲咱人吼、哦，上大的迄个骨折发生伫倒位啦？发生伫个吼，年岁若济，动荡济啦，动荡济就是跌坐，跌坐落去，最多骨折的所在就是你的腰椎，咱的腰骨，咱的腰后壁迄跌落去，也啪啪啪，或者压迫性骨折。你若少年人平平跋倒哦，伊骨头有弹性，伊虽然有一点点压迫，但是无像老岁人啪啪啪变做薄薄一块。哎，骨头甲骨头中间的骨头本来是，你若无去跌着，拢是平平大四角四角的，伊变做凹下去，凹下会凹成三角形。你家己骨头内底变三角形，啊，迄就是靠电工对居里夫人，伊发明着这个 X-ray 意思就是。不知啊，未知的光，所以有一张居里夫人挂一个结婚戒指的迄张 X 光，成为天下头一张的 X 光。哦，啊，这料照，因为迄样时候有 radium 雷定产生的 X 光 X-ray 不知名的光，咱人今仔会享受这款，甲你诊断，人安尼翕过骨头普通拢未透光，啊，有一部分较薄的微透光。哎，看呢，透光跟不透光之间有灰色地带，有不同的 scale 灰阶，嘿，grayscale 都产生不同的病变的诊断。你看，其他医学已经进步到安尼，哦，所以咱有真侪骨头的病。你看电工，于天，你甲叫来，于天因囝你甲叫来，电工翕落去，伊的两骨变做跌骨。哎，跌骨什么意思？跌骨就是有折。是有迄肉哦，一节一节的肉，但是跌骨是直直的哦，无好弯的。咱人骨头是一块一块的龙骨，无拍算免疫风湿的病，家己拍家己的病，互伊甲因囝，迄骨头拢变做像跌骨安尼规矩。bamboo spine，你若拄着 bamboo spine，就知影讲啊，免疫风湿的病，你就爱需要用类固醇，你就爱需要食 NSAID 这种药啊。啊，类固醇食落去，互你。防止伊个免疫风湿个发炎，无骨头愈发炎愈老化愈硬。啊，为着食迄免疫风湿个药啊，食到尾啊，因囝于天因囝伫遐哩星光大道哩比赛时吼，啊去互人批评，唱到这啥？啊，写着你老爸个名，哦，安尼气一声掠光有无？哦，敢若咱土话哩讲讲叫做啊，见着鬼共款。哦，敢若上当，啊，迄就是类固醇并发症。你用美国仙丹类固醇治病无毋着，但是伊。买造成这个身体精神方面，也安尼吼，幻听幻嗅幻视，啊，这是短时间呐、啊。哦，那起码于天已经得了立法委员，伊做伊的助理，都发到个人安尼吼，对前对后，虽然无啥成啦吼，公子哥儿就是公子哥儿，不过伊嘛是有法度安尼。啊，希望伊的迄个类固醇起码若无用，伊就袂焦虑，袂害，袂敢那食毒品安尼吼，会掠狂。哦，迄嘛是爱互大家知影。啊，你若是免疫风湿的病，你看高凌风，伊是迄个皮肌炎，咱的脚骨肿起来呢，伊边仔的什么阿花阿秋啊，什么话讲，嘛甲交代啊，写遗书讲我若死吼，安怎安怎，发烧较袂退，我也送去台台，台台病，啊，即啰免疫风湿的病啊，哦，你的所有的，咱的迄款中大小的动脉都会发炎，连一个脚的皮肌哦。皮肌肉隆肿的发炎，你看是变喏？哦，啊，迄款的病真多了，polyarthritis nodosa，哦，啊，myositis，这种 myofibritis 隆肿会着，啊，着着人，你看你着到，你若着到面，就是叫做咱你讲的红斑性狼疮 SLE，着到心脏，风湿性心脏病，哦，或者叫做红斑性狼疮引起的心脏病，有机红斑性狼疮引起的有机的病，蛋白尿，你即马医学都是医尿嘛。你健康医疗，你的话都用类固醇把你控制个真好，控制个尾啊，这样稳定 remission 哦，伊就变作讲缓解，缓解了再慢慢减量哦，减量你看，人起码一天虽然较无好，都像少年底下咧一棵榕树下苦了爬起来，起码爬袂起来吼、哦，但是迄、那个丹田的力也阁有，即马来互大家看一寡讲骨头呐破病较严重的病哦，这是真严重吼、哦，所以比如大家看到讲。咱人的骨头，
骨质疏松就是安尼咯，骨头松松，两骨一节一节的骨头哦，四角形的已经开始凹陷了，这个骨头甲骨头的旁开始较，哦较凹陷了就较大旁去啊，啊这个骨头都耐落去啊，人四角这小块四角形，啊这中间就要凹进去，因为这骨质疏松跌落去，这叫做压迫性骨折，就像这来讲，你看，这节这长，这节。再等这骨头，哎，这再凹下去，哦，啊，这嘛，小块凹上去，凹上凹下中间才敢那一只鱼啊，哦，你看这一只鱼啊的形吼，哎，啊，这都无好，这都表示骨头已经烫光啊啦，骨头较烫光，电光翕的时，哎，白白的骨头敢那剩 cortex， 咱的骨头的迄个皮质的部分翕不出来，内底拢较烫光啊，甲外口的软组织要成吼。这是翕电光厉害的所在，啊！这让你看到讲，哇、哦！啊，这骨头那顶骨头来这那摸摸，啊！原来啊，这就是佛，樱桃两佛牙膏，加佛的牙膏，啊，是咱的水来这加佛，让你的骨头加生加较用，常用啊！这种加生呢，毛毛的加生出来呢，毛毛的加生出来，骨头愈白。你看在中央新村八家佛，和中央新村所有的公务人员，因的囝儿骨头脆起嘛真用、哦、但是这伫骨头超过侪佛嘛无好，伊会伤过钉，钉到尾这骨头拢会容易骨折。适量无要紧，超量袂使吼。啊，你看这囡仔，哦，囡仔骨咯，较细只哦，啊，佮你发育，但是啉着伤侪加佛的自来水，你看。伊会甲你摸摸安尼，甲你生出来，要互你外口阁做骨，做了伤硬吼，钙质会伤侪。啊，这互你看到骨头边啊嘛，甲你生摸摸的，钙质愈来愈侪。是啊，太安尼，因为你维他命 D 超过，维他命 D 伫器官油内底 A、D、E、K， 哦，你为着要得到维他命 D， 超量来食，脂溶性的维他命 D 伤侪啊啦，你应该维他命 D 是安尼啦。晒太阳，伫你的手、你的肉、你的脚、你的面，紫外线互你增加维他命 D， 迄种就袂生甲超过，迄足自然的嘛。哦，像这你看，伫电光看会出來。哇、哦，啊，看到这骨头实在是有够水，一支一支那卡通的有啊，画甲足水的，这敢那画你呐？这就是维他命 D 伤侪，甲维他命 A 伤侪，拢系安尼。维他命 D 甲 A 迄种脂溶性的，你若伤侪。你就会造成骨头，你看，弄安尼，伤过骨化，哦，啊，这吼、哦，骨头是安尼直直了，那会阁甲你安尼生这个，敢那菜花嘞，哦，这就互你看到讲，哦，原来咱的骨头，若无正常的，即个软骨细胞，哦，伊号做 osteochondroma， 就是咱骨头外口，骨甲骨中间有的所在较软骨。对这软骨的细胞，把你生脱出来，的一种细胞，啊，这细胞虽然不是癌啦吼，但是伤大，大到尾也买红肿热痛酸痛，哦 ，osteochondroma 嘛，哦，安尼，这种加生呢，骨头是甲只呢，啊，无代表是生这，生这咱来看电工拢会真惊，想讲，哎呦，这是不是癌？哦，所以来必要做切片，切落去夹一粒出来，那不是癌，无要紧吼，你看骨头。就是肋骨骨瘤，哦，中间较空空，哦 ，translucent， 就是 translucent， 电光里翕的是较乌，较像空气的较乌。骨头应该拢爱白白嘛，足白嘛吼、哦。但是外口只有一个骨瘤，爱个箍起来，这叫做肋骨细胞的骨瘤，这是良性的吼。这款呢，未死人啦，但是会破破歹看啦吼。哦，啊，所以你看到讲呢？哇、哦！啊，那来这骨头上也拍拍，啊，那外骨起出垃圾垃圾的呢，跟那骨头受了破坏。哦，这是软骨的 osteoblastoma 这种的软骨牙细胞肿瘤。哦，来这骨头来这安尼，跟那空气同款吼。这人去断掉、拔倒、跌落去 ，pathologic fracture 病理的骨折。无人跟你害，是因为你家己哦，安尼跟你生这种的，虽然是良性的，但是嘛是瘤。